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老师晨曦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还没有发布的新机，那就是搭载骁龙八至尊版的一加十三。我们今天给大家拆箱看一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做个开箱，白露晨曦的配色，晨曦的配色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全新的配色。好，开机 ColorOS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搭载 Carlos 15流畅双引擎的一加十三表现会怎么样？你看性能流畅度非常丝滑。这是我们的全新的流体云，点击展开，滑动可以切换，再滑就消失，再滑滑出来，非常灵动。一加十三有什么特点？小布帮你看看。Carlos 15在搭载骁龙八至尊版的一加十三上呢，体验丝滑流畅。今天的开箱呢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呢，欢迎到评论区留言。